情，人一样还是要有梦想的。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看一看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。说到这里，或许大家很多人都以为是黄金，其实呀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东西比黄金还要贵，仅仅一斤就能价值上百万。如果你在海边玩耍时不小心捡到一块，那可真的是秒变百万富翁，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激动呢？这就是抹香鲸粪便，在全世界都有可能出现。作为一种大型的胎生哺乳动物，抹香鲸一直都是以软体动物为食，因此抹香鲸经常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，便会在体内形成一种黏糊糊的物质来包裹所要排出的杂质，随后抹香鲸就会排出一块黑色的又臭又硬的石头，时间长了以后，这种石头就变成了白色，这种香味便是大名鼎鼎的龙涎香。龙涎香外表看起来就是一块平平无奇甚至还有点丑的石头，但其实它不仅有卓越的药物治疗效果，还是众多香水的主要成分，因此龙涎香的价格十分昂贵。如果你真的有幸捡到一块，那离百万富翁可不远了。不过如果你想要靠捡龙涎香发家致富的话，小编还是劝你脚踏实地吧。